只有在总统选举这一局哈没有谈拢，其他的部分都 OK， 都还是没有问题。只要是理念相近的哈，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都很愿意去替他们补选。柯文哲相信蓝白分手还能是朋友，但国民党火速划清界限，有自己区域立委跟不分区立委的辅选的一个脚步。如果台湾民众党的参选总统参选人希望来站台，自己希望来站台国民党的立委，我们在这边是完全没办法接受。蓝白各自登记后，国民党中央立即确认对战关系，站台容不得游走灰色地带，这让之前抢先挂起蓝白和侯科联合大看板的国民党立委参选人叶元之超尴尬。反正我会赶快处理的。我早上也去要赵康的照片。对，我会马上处理的，谢谢大家关心啊。昨天还破局啊，因为今天不是到最后一刻侯友宜还在科。所以我们也需要时间了。拆看板要时间，蓝白分手支持者同样需要空间。尤其郭侯科三方会谈上演分手擂台赛，立委参选人短时间内很难再暧昧。等双方支持者冷静一下吧，但是我们一定会配合党的整体的战略，没有什么开不开战哈，这只是整个党的一个选举的战略，这避免选民的误错乱嘛。国民党地方组织严防柯文哲来蹭，不让蓝营造势场成。柯文哲主场，进行黄宣、彭宇洲、黄宏宇采访报道。